接下来我们要请周逸君老师帮我们数字测验，未来一个月我可以旺旺旺吗？来来来，我们的幸运数字有8493、2041、3510、7208、1956。来，好，我们来看看看未来一个月我能够旺旺旺吗？到底在哪里旺旺旺哈？那我们先来看看1956是秀慧显的，还有观众朋友显的，到底是在哪里旺旺旺哦？哎，哇，工作职场如鱼得水，事业上面旺旺旺哦！这是属于正财型，真的对，就是工作运。如果说哎，可能谈了好久的 case 都谈不成，那你未来一个月一定会让你谈成功，而且获利很好哦。还有就是会有，就是因为这个 case 会让你获利很好，还有就是有丰厚的利润，有职场在职场上面会升官甚至于有加薪的机会，对啊，能够有红利。也能够赚到红利，当然秀慧是自己赚，那个不可能。但是观众朋友，如果说哎你是上班族，那可能因为公司会发红利给你，所以相当的不错啊、哦。再来，我们看看7208是我明明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选的哈，在哪里旺旺旺？哎，贵人提携，步步高升哈、哦，就是贵人方面，因为贵人帮忙，让你有钱、有名望、有权力、有地位，那财运会越来越旺，工作方面也越来越顺利，所以说是贵人旺旺旺哦。哇，欸、超棒的！我们看看3510是我选的，哎、欸，静文选的，还有观众没有选的，我们来看看是在哪里旺旺旺哦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哎、欸，哇，桃花旺旺旺，这艺人非常好哦，就是人气方面旺盛，桃花处处哈、哦，就是。如果观众朋友的话，哎，未来一个月在姻缘方面，在于就是交男女朋友方面会非常的不错。但是一般人来讲，可能就是已经有，哎，已经结婚了，已经有另一半的，那就是在人气方面会非常不错。不管是异性朋友或是同性朋友，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你哈。还有甚至说有什么好康都会来道学博哈。所以说，哎，在很多地方可以说对你的评价、对你的平等都虽相当的好。所以会让你在人气方面非常的旺旺旺，所以说是在桃花方面旺旺旺哦。嗯，最后那再来2041是杜林哥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选的，我们来看到底是在哪里旺旺旺哦，这也很不错哦。哎，这叫健康愉快，岁月无痕的健康上面旺旺旺哦，杜林哥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你很有钱，如果没有健康，那钱都没有用，所以健康是最好的。但是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年轻朋友对健康都比较忽略嘛，所以会觉得哎健康没什么。但是如果有一点年纪的话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岁月无痕，因为他会常常去做健身，那这样让自己身体健康，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聚会，常常去聚会，那你走出去，你的年龄看起来永远比你实际年龄还要年轻，所以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快乐，在身体方面是健康又快乐，所以是在健康方面旺旺旺哦。那再来就是8493是两位老师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选的哈，是在哪里旺旺旺哦？哎，财运亨通，轻松获利，在财运方面旺旺旺哦。不管是用你的专业去赚你的正财，或是说你去兼职去赚外快，或是你去投资理财，都非常的获利非常好，甚至于连偏财、连那些横财都来插花，所以未来这个一个月你的财运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好，叫财运旺旺旺哦。哇，超棒的！谢谢老师。